是你买的几百万呢、哦？你看这个。这个是官窑的，清朝官窑的，这个唐英的，唐英那时候是做那个顾窑官的。这两年在全世界，不管是日本还是纽约呢，包括香港，这几年珍珠非常火热，起码有好几倍，翻了几倍。对于 natural pearl 所谓的天然珍珠的市场涨得非常高，所以还是有涨的。皮光哈、哦，你会觉得说它有一点点通透感，然后呢是非常的。就像水晶那么的通透，所以我常跟学生讲啊，我说哎，人老珠黄是真的吗？人会老，珠不一定会黄，哦、真的，就要看那个珠珠越就是完全天然的，它其实不会黄，才有3.5亿。对。女人要有钱，有钱有信心，欢迎。收看女人要有钱，我是吴淡如。今天是超级陪审团的单元，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坚强的专家阵容。曾素良纵横艺术界30多年，是台湾古董鉴定界第一把交椅。林汉东珠宝玉石质量鉴定师，纵横学术界20年，量化珠宝分毫不差。廖文良擅长珠宝设计，银工三年金盔珠宝设计中的艺术之美。李承伦拍卖公司负责人，身兼首席拍卖官，活跃于各大珠宝行，还有各地矿区。今天的超级陪审团阵容坚强，不管是珠宝、玉石、古董、字画，老师们都将指数浑身解数，告诉你珍藏已久的宝物真正价值哦。商人不能说的秘密，老板说这个是 A 货呢，啊，老板说这个是元朝的古董呢，你总是在听老板说吗？人要钱，踢破老板说的迷思，告诉你商人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现在大家都知道买蛋面比较好，可是呢有的蛋面哦，你去珠宝行看，哎，镶的镶工也很漂亮，蛋面也好大，而且哎，你感觉上说，哎，老师应该会说是100万吧，怎么他只卖我10万块呢？啊，是假假的。是，那到底蛋面会有，蛋面底下会藏着什么样的学问呢？好，我们一般来讲哈，蛋面的话很多都是，你真的要找到一个好的蛋面翡翠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嗯，那很不容易的状况之下的话，它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比较黑的那个蛋面翡翠的话，它比较黑的，那它会怎么样呢？它把它挖空了，挖空了之后呢，它的材质哈，挖空就会变透变薄嘛。对，变透变薄啊，啊，变透变薄之后呢，那怎么办？嗯，它要增强它的一个力量。嗯，那我们会在底部的地方啊灌胶 ，AB 胶。对 ，AB 胶。我现在知道 AB 胶好好用。好好用啊，而且我们还可以买那个染色剂来把那个 AB 胶调成那个绿色。哎，我感觉这不难，我也会。对对。啊，如果是那个翡玉呢，红色的玉呢？嗯，那就买那个什么，那个色素，红色的色素来调就可以了。调颜色子简单。对，调颜之后，因为它自己本身有一些色带，对，所以看起来的话，它是交错，好像就是天然的这个翡翠的那个、那个纹路。嗯，好，这是一种。在翡翠里面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填胶的，这种叫填充物。对。那另外有一种呢，我们看到这个底部哈、啊，嗯，它一样是蛋面的，可是我们今天那个，如果说这一块那个翡翠的绿不太绿啊，嗯，那不太绿的话，我要让它看起来它也是那么厚、嗯，那让它看起来更绿的话，那你要加什么颜色的纸？绿加绿，那或者不是加绿色了？我就加绿色的反光纸。对啊。加绿色的反光纸。然后它这样看起来水头就很长，很饱和哦，然后又很亮。以前人家只是在下面就是用那个白金的台让它亮一点，好，这样不够绿，还要加这种白金台，只是镀白色的，是它只是让它增加透光性，是。那这样的话，它比较水头比较饱和，但是怎样有没有加绿？没有，没有嘛，颜色没有改变嘛。除了白金台之后，还要再加一个更好用的东西，它直接哈、哦。直接贴了什么？贴了那个颜色的纸，就这里没有挖空，对不对？它没有挖空，是薄薄的，不厚，不然也透不过来嘛。你厚也没关系，只要你是比较通透的话，哦、我们就在它的底部哈，就直接把这个贴纸，就绿色的贴纸就贴上去，就加绿色。这个是红的啦，但是我们要找绿的。用红的，我们要贴在什么地方？红的。所有的宝石里面也不是只有绿色的那个翡翠当蛋面啊，可以贴红宝嘞。那个铜马链那个碧玺也是啊，红宝石也是啊，是。那蓝宝石也可以贴吧？
蓝宝石贴蓝的，因为这种反光玻璃、哦、真的很便宜耶，到处都有吗？这张可能两块钱呢，而且可以贴100颗。对啊，哇，真的是好经济实惠。那他贴的时候呢？他贴的时候，其实这种宝石哈、哦，他贴的话有一个技巧，其实它这个底部呢，它的蛋面的底部是平的。那蛋面的底部是平的话，它贴上去就完全不会有气缝。哎，这不错哎。啊，非常好用。好用哦。非常好用。那我们怎么知道？所以会买到这种？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我一直都比较坚持说，哎，裸石让客人看，客人挑、哦。你挑了之后呢，你就知道说它的品相怎么样，然后我们再来设计。你现在说的就是一个珠宝设计的吊诡。如果遇到了无良的珠宝设计师，对不对？他没有给你看裸石，那个根本就不是珠宝设计师，那是一般的店家已经都镶好了、哦，就已经镶好，已经都色纸全部红的红，绿的绿，全部加好，对对对对，然后就给你看啊、哦。对，那其实如果它不掉的话，你不会发现那片。等到有一天你要改围的时候才知道。好、好，非常谢谢廖老师。好的，谢谢。好，欢迎来自戏子的陈荣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哎，陈先生哈，他说他从小，哦，那很多年前呢啊、嗯，就很喜欢收集老的东西，那他后来做废五金的回收，嗯、那67年呢，哇、哦，67年，嗯、很多年前呢哈，30年前，对，30多年前呢哈、嗯，经营铁工厂到现在全盛时期呢。哦，伙伴有100人，那近年来全公司剩3人，对、啊，对包括你3人，嗯，哦、台湾的经济萧条到这么厉害吗？嗯、他说喜欢老东西的这个陈先生呢，常常吼、哦、家人跟朋友都不看好啦，恭喜被这边臭响，所以呢，他今天要来证明自己的眼光，哈、哦，啊，恁家这种物件有几件？恁家这种物件300件。少了100件有啦，你看，从小开始买，一年就算买2件，也就会有100件。嗯、哎，好，我们先来看它的蒜头瓶。哦，你这个蒜头瓶是我看过相当大只的蒜头哦。来，这杯我做，这块呢，这一支差不多6万。6万，还有跟你讲是哪一个朝代哦？这是元朝。元朝啊，元朝，元朝较大只是有可能的哈、哦。哦，元朝。而且你看旁边这些狮子看起来很像蜡笔小新，好可爱。你看，这是，它这个比较黑一点，又有铁质的，啊，要烧下去也会那么凹进去的。嗯，啊，它有缩进去的、嗯。你讲的跟曾教授教你的好像有点类似哈、啊哦。来，请降价。大家买这个都会想说，万一演古装剧，我也可以拿来用一下。对，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想法的。是，那我没有想到说还蛮值钱的。完全 OK 的话，这一支50万到300万。啊，对不对？那因为它的羽毛是天然的，所以它永远不会褪色。从金团诚意征求，请将您宝物的故事、照片以及联络方式寄到年代电视台或是 email 指定信箱。下一个上节目的就是你。What makes a woman feel beautiful? It's a freshness, illuminating from within. It's about a presence, a radiance that shines deep inside. Je ne sais quoi. Euphoria. 兰蔻基因复活露，独特基因修护科技，层层修护所有年龄的肌肤，不论几岁都能透出年轻光彩。兰蔻基因复活露，兰蔻。消暑的乐园，享受绿色分多金，畅游蓝色日月潭，精彩夏日狂欢就在95万大村，还有5后乐哦！帅不帅？哇！哎，好难啊！肯德基花生卡拉霸王堡，香脆嫩，爽吃多层好料，大口咬下超有诚意，卡拉来真的，七省价129。哇，真好吃啊，可可。咕叽咕叽，你好，我像 baby。三角肌纹是关键，全新 DNA 清透直径洗面乳，一次拥有洁净、保湿、光泽，从基底打造健康光泽的三角肌纹，洗脸展现婴儿般的好肤质 ，DNA 净肤锁水洗颜系列。这很简单，我答对了，因为我天天
吃早餐，学习快又好。家乐士含有维生素 A、B、C、铁等多种营养素，源自天然谷物，传承百年历史。家乐士天天早餐见。又在检查头皮屑，因为你的去屑只做了一半。新海伦仙度丝有效去屑，更形成长效保护层，给你持久无屑保护。去屑实力派，海伦仙度丝 PMG。污渍搞得你快抓狂，交给洗衣专家 Brazil 全新冷水酵素配方，含独家五种酵素，就算是冷水再顽固的脏污都能彻底清除。德国百年洗衣技术 Brazil 全效能洗衣凝露。消暑的乐园，享受绿色分多金，畅游蓝色日月潭，精彩夏日狂欢就在九族文化村，还有午后票哦。不够柔软的棉片就是让你不自在。日本进口表层好自在纯金系列，极柔棉感，两倍塑吸，倒转也能吸。是了，快爱上哦，好自在纯金系列。还有更长更宽的应用型，挑战零侧漏，好自在。北部拥挤细细碎胸都爱健康，全新的台糖冬虫夏草菌丝体复方胶囊，配方再升级，后心配多弯体，心配打破不破规格就变欢乐。我发现老爸变了，变得喜欢爬爬灶，也开始带着笑容享受每天的生活。坚宁复健裤，超强吸收力，纯棉舒适触感，贴身裤型设计，天宁与你所爱乐活随行。讲的跟曾教授教的好像有点类似哈、来，请降价30000元。这个不是岩青花，这是现在做的。你讲的那个苏麻离青呢，它这个不是苏麻离青的味道了。嗯，苏麻离青的话它会晕开，然后会沉淀。嗯啊，它这个不够，不像苏麻离青。另外我们现在看到上面有很多那个白点，好像是腐蚀过的，事实上的白点是做出来的。但是做旧的。然后我们看那个画工哦，刚刚大奴说他画的螳螂很可爱，很可爱，确实画的蛮好的。但是他的画工哦就不是元朝的画工，因为元朝画工画出来会有蒙古味儿，就是看起来很潇洒，很笔道非常的劲健有力。但是这个笔道看起来那个花啦、叶子啦、螳螂都软软的，看起来很斯文，就不是元代的东西。一个时代的产物会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趣味，这个没有。那加上圈足也不对。嗯，我们看到圈足后面看起来是新的，嗯，是新的。好，不过现在即使在工艺品店买一个，也都是30000块钱。有，因为它很大件，没算讲买真贵啦。那可是，陈荣发先生他有时候买东西是整批购买，买了好几百万，比如说这个就是了，说是清乾隆的这个。将军冠，34年前跟朋友买了一批，这种东西能买个几百万呢？贵啊，爸爸是买贵的，一个差不多啊，拢超过5-6万啦。所以贵啊，爸爸就是哦。一个5-6万哦。一个差6万啦，我拢差6万啦。哇，啊，50个都差100万。这个鱼哈、其实是蛮可爱的啦，有没有？这个是官窑的，清朝官窑的，这个唐英的，唐英那时候是做那个顾窑官的，保留的。家内那是官窑，家内安尼感觉无话甲无讲偌精致哈。我这话都不清楚。好，请降价，30000元。这是什么？我想这个是这个彩瓷啊哈、那后面写了一大堆这种东西哈、这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有一批东西是仿出来是这样的，然后借由各种管道在卖这个东西了，那我们看哈、第一个它不符合清代的形制，还有它色彩
也不对的色彩，但是配色是不对的，这不是清代的配色，这是20世纪以后才会出现这样的配色，五彩斑斓的，这都是做旧了，做旧了。另外呢，我们如果仔细看哈，看这个红色的部分哈，它不是画的，它是喷的，用那个小喷枪去喷的，所以它不是画的，这印是微哦，一用喷的，印是微啊，用喷。因为我觉得它的线条的粗细不是画的，它是贴着什么东西烧。对，没错，淡如那个感觉敏感度很好。你看啊，你看这个蓝色，这个蓝色看起来非常的平整，红色也是，浮在表面上而已，它是喷的，它是用小喷枪喷的，它不是手绘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它更不可能是以前的东西。所以它这件呢，当然这个大件呢又蛮漂亮的，可以做摆饰啊。但是不是真的不懂啊？你看那个鱼就知道了，这个鱼的画法就不是古代的。其实这是鱼画的还不错哎。这也是喷的，喷上去的。哦，用喷的。是。好，所以这就是现代的仿古。那接着呢？这个是不是那个文材吗？现代文材不是现代的，不能说清代的，现代是它是用釉药喷的，对，用喷，所以这里还是会有那种一点一点一点的部分，对，它是很扁状，但是因为是喷的，所以没有办法喷得很整齐。对。好，接着这个呢，也是曾教授的强项，也就是他收了很多明朝的佛像，而且明朝的佛像确实长得都还蛮卡通的。你看多可爱的。对，鎏金的吧？鎏金。哎呦，这个，哎呦，里面怎么？哇，这里面看起来好像石灰岩洞哦。这久了嘛，久了都腐蚀了。古来那台鸭都一块了。那台鸭都会算讲氧化了。来，讲估价，30000元。你当时你是买两三？当时买，当时买。买两三年啊。这个因为现在是个大尊哈，那这样铸造出来也要2-3万了，我可以估30000。但是它不是明朝的啦，为什么？它是现代的，因为它比如说这个上面这些铜锈哈，这种折出来，里面那个全部都是锈哎，都锈成这样。这个是也是做出来的，这个塞东西进去以后把它腐蚀掉，它会变这个样子。它不是因为你佛像。不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它这个东西就是一次性把它弄出来，所以你看出来它这个东西并不是那种长期的锈蚀，就一层白白的，就一层啊，它可能放一些东西，然后腐蚀下去就把它捞出来，就变这个样子。那这些东西也是同样道理。另外这个铜锈哈，我们看这个铜锈啊，这都是做出来的。这个铜锈非常的不正常，不正常。再加上我们看这个头的这个罗法。这个罗法里面的锈啊也是一样，这种褶纹，然后它的一些弓啊，一些钢哈，那我们看那个弓哦，比较粗，衣纹呢各方面都比较粗，对它不太，做到磨碎都丢了，磨碎不碎啊，把弓盖碎了。好，所以这是现代的仿品哈。好，接着这个哦，又是我们很常见的大明宣德的金炉，这个就是金长长，就长金嘛，对。金铜。这个金铜的，这个是像现在讲就是 K 金呐。K 金。对，陈先生，你在讲大几位？镀金的。这金嘛，这个不是电镀的哦，这个是。你请问跟谁买的？都是跟这个同一批，但是我一直觉得它跟一般我们看见的鎏金也不像。这个不是鎏金啊，这个是石的。石金，整片是黄金。差不多有加铜了，里面有铜了。那这个买多少？镀金啦，这不是镀金的，是镀金嘛？这合金的，合金的超合金啦。这是个主位啊，因为它也是以前做废武金，它废武金应该是懂的。40几年，对。好，合金啊，厦门。你这个买多少？这个？嘿，要五万呐。哦，要降价没？嘿，要降价。来，哎，这样秀出来看吗？可以吧？可以，好，来，请降价，35000元。是涨蛮多了。因为哈，那这不是大明宣德。以前大明宣德写那无到底。这嘛从今卖物件，今卖
这二十年来做的东西啦，大概拢这个型啦。哦，啊，伊这刻工嘛是拢，这是无讲盖好的迄个刻工啦。啊，灰厂嘛不会很好。这个刻工实在太现代。哎，就是说它很多的形状，这是比较普通的东西了。只是它的材料还值钱呢，材料值，但是工人还好。所以大概值三万五千五吧，大概这样。好，所以其实算一算哦，如果家里有摆件的话，也是几百万元呐、啊。对、啊，摆饰也不错。对，就摆饰起来也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好，谢谢陈荣发先生，谢谢。好，欢迎包正发包姐，包姐你好，你好，哎，大家好，包姐，哎，你好，包姐，我感觉你最近过得感觉不错，有吗？有，真的，看到你都精神奕奕，而且都穿着超短是啊，对呀、啊，现在这个我们年纪越大要越，我每天看到他都穿短裤。好，那今天包姐也带来她的收藏，对，就是其实有一阵子在大陆台湾来来去去嘛、嗯，听说在大陆的时候，反正要没事大家就逛逛古玩市场，对，那是一定要的，是，所以说想说看能不能挖到宝嘛，嗯，这样子，那我今天呢，我带来了几样东西，东西还蛮漂亮的哈，还好啦，好，来开始、啊，这个就是，这是我们的前辈带的啦哈、啊，我后来发现影剧圈的人只要在大陆拍戏哈。就一定会买这个，对，因为我们感觉这应该是以前梨园唱戏，宫廷里面，或者是宫廷里面也有用，所以大家买这个都会想说，万一演古装剧，我也可以拿来用一下。对，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想法的，是。那我没有想到说它还会，就是说到最后呢，还蛮值钱的，我没有想到。你怎么知道它蛮值钱的？没有，到后来啊，因为当时听说这鸟绝种了，对不对？现在在保护的当中，这样子。那它的毛哈，它有分嘛，然后脖子上的毛是最嫩的，是那个比较值钱。然后因为它脖子上的毛的话，你在光线下面照哈，它会有五彩的颜色。是，那如果是翅膀上面的就没有了。我还看过塑胶的毛哈，因为后来那个鸟就不能够拔了，对，后来都用塑胶来弄。我先来看一下，哎，那看得到吗？这不会是塑胶的毛吧？不是，因为这个大概有。二十年了，都有二十年以上了。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是二十年，是蛮漂亮的。你这个点缀怎么都一点都没有？我常看到脱落的，有脱落的我没有带来，这个是保存的，所以怎么这么整齐啊？你是同一个地方买的这些点缀，而且不是同一个地方。我是东逛西逛，对，然后看到了就买。这个买多少钱？这个蛮便宜的，这个那个当时买的时候才100多块钱。哇，剩一个我爸拖白球。好，哎，这里面还有加上别的，对，这个是一个解释，看起来是玛瑙，我看出来了啊。好，来，我们先来看这只，这只啊，好，这上面还有一些，来。请估价。这三样东西是人家跟我借钱，然后然后用这三个底的，是这样啊？对，等于算是松竹梅啊这些好东西都在上面。对，它是一个镯星嘛，其实是一个镯星。这个会想采购的人比例会多一点。你借钱的品味不错哎。侯金銮诚意征求，请将您宝物的故事、照片以及联络方式寄到年代电视台或是 email 指定信箱，下一个上节目的就是你。哦，你真的是来买菜耶？哎，挑着吃，该吃的营养没吃到，会隐性饥饿哦，难怪没精神，干不干拢亏亏。金银宝善存，为50岁以上。补充23种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营养素，补足营养空洞，健康不能等。新银宝善存，咕叽咕叽，你好，我像 baby。三角肌纹是关键，全新边类清透极净洗面乳，一次拥有洁净、保湿、光泽，从基底打造健康光泽的三角肌纹，洗脸展现婴儿般的好肤质，边类净肤瘦身洗。系列，我发现老爸变了，变得喜欢爬爬灶，也开始带着笑容享受每天的生活。千年复健裤，超强吸收力，纯棉舒适触感，贴身裤型设计，千年与你所爱，乐活随行。
父亲节带爸爸到蓝妞体贴一下，消费满额好礼二选一哦，送你真皮拖鞋加皮带或大弹力牛仔裤。蓝妞，压力大，作息不正常，让底子摇摇欲坠，身体老是出状况。帮健康打底，我喝白兰氏基金。它含人体无法合成的必需氨基酸等有效成分，从根本固好体质。百位医护持续饮用后，感觉底子变好了，保护力提升，体力更充沛。健康打底就选白兰氏基金。帮关心的人打好健康底，理所当然，白兰氏基金。哇，中原大宗采购破亚第五季洗衣金卡，家乐福0809001365。他不过了。在超越梦境。太陽が顔に眩しい。風が肌を撫でる。思い出す。運命を変えるという大きな一歩を踏み出した日。25歳、あの時の私のおかげ。そして今30歳。このクリアな素肌と共に、10年、20年先も生きていく。明日の私も。SK2 这很简单，我答对了，因为我天天吃早餐，学习快又好。小乐士含有维生素 ABC 铁等多种营养素，源自天然谷物，传承百年历史。小乐士天天早餐见。我发现老爸变了，变得喜欢爬爬灶，也开始带着笑容享受每天的生活。天宁复健裤，超强吸收力，纯棉舒适触感，贴身裤型设计，天宁与你所爱乐活随行。我是杨玄林，我是水美美。还没用过水美美吗？现在就到全省专柜免费兑换水美美和水面膜，控筋离子群，净化角质，紧致毛孔，限量10万组，要抢要快。请估价。3000元。三千元。哎，你说不错啊，不错啊，好像 no 不错啊，他500块买的。对呀，我500块不到吗？这个是这样啊，这个不是真的点缀。因为真的点缀，你也知道，你刚刚说了是那个雀鸟的羽毛、啊。对，这不是羽毛，我刚看它的样子，是很整齐，不是羽毛、啊，不是羽毛、啊。它只是它一根一根一根距离都一样。哦、那反而我那些残破的那些的，可能还真的，还是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叫做那种蓝翠紫。蓝翠纸，然后他把它一条一条一条把它给贴上去。蓝翠纸是什么？对，它就是把它做成身，有点像塑胶材质，但是就是我说的塑胶就是这个，那它就是一条一条把它给贴上去的。所以包姐，这就是我说的塑胶的，它整个材质是同。就是做翠鸟，可是它整个还做得不错，对对 对, 对，因为它还是用这些。不过当初我买的时候也只是就是为了拍戏，对，因为这些铜丝缠的啦，所以它是新的东西，新东西、好，那没关系，要买500块了、现在做这样也要3000也不错了，因为我刚刚看你觉得说哦，它太整齐、因为不是真的翠鸟羽毛，那就看那照理来讲的话，那这个应该也是咯。我也觉得这个是，因为我刚刚第一个看的是这个。对，这组也多少？500块。哦，这个比较贵，因为这个是后来买的。后来买的他一个他原先要我一个250块、人民币。可是我就跟他杀到300块现在。也蛮厉害的，对，可以的，这绝对不会，绝对划算。好开心呢，我讲很久呢。然后你跟他说翠鸟羽毛是假的，他就马上说啊，那你再少一点好了。来，请估价。一对
6000元。好，恭喜你哦！颜色一样嘛，一样嘛，就是现在就算那个什么蓝紫啊，蓝翠紫也要这个价钱。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后面的金工。那古代的金工它用纯金的，但是不是，那另外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模子去做出来的，没有手工的区别。哦，明白了，所以它毕竟是大量生产的，对对，它看起来还古色古香。如果它是要人去组装了，就是配件还是要组装，还是要弄这些东西，还是有它基本工钱。哦，那如果说这个是用手工的就值钱了。对，不是，是吧？就后面这些如果是金工了，是手工的，这个是模子做好以后再把它斗上去。对，我的哈哈哈。哦，那就不一样。其实那种翠鸟羽毛从大概战国时代就已经有在使用了，在《左传》《春秋》里面都有记录，但是一直到明清的时候才比较流行，最盛行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版哈，像它的那个羽毛呢是来自于这种鸟，好，那是它的线色很模糊的，你是把它。五只嘞，一只鸟大概只有八个地方可以八。可以八个翅膀的位置可以拔哦，所以像一只点翠的话，可能要好几百只鸟哦，好残忍哦。所以像它那个点翠的所谓的点翠，它好可怜的鸟啊，有分软翠跟硬翠，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呢是软翠，这个地方是硬翠。那么之所以点呢，就是它把那个软的部分一点一点把它慢慢点上去，叫点翠。对，那这个是一条一条，就是完全是那一种纸啊，塑料。料纸那一种，有浸塑料。这个鸟到底多大只？这样？哦，这个鸟可以到那么大只，有那么大只呢？那这样台湾这么一个小的，还要那么多只啊？要那么多只，因为能够拿来粘上去、粘上去的不多。我们台湾金门啦，还有北部宜兰啊，都还蛮多的。看得到。好，那这只是公的，那么还有母的。有啊有啊，母的比较没那么漂亮。下一张没有母的话，这个就是明朝定陵哈，大概在1956年在定陵发现。这个是万历皇帝的皇后啊，那戴在头上戴的这个凤冠，这里恐怕有10000只鸟吧？10000只鸟，那么他其实这个点翠点完以后，他就拿那个软翠的部分，慢慢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点上去。其实我们刚刚那个曾教授已经讲，它这个是模子出来的。其实它点翠里面还有一个工艺，是它每一片是先去想象，然后把那一个铜或银或金去把它切出那样子的一个形状出来，然后在这个每一个形状的那个外周呢，再去镶嵌它的那个金丝或者是铜丝，然后再把这个翠羽慢慢点上去。对，其实我比较欣赏你买这个啦。如果它是完全 OK 的话，这一支50万到300万。啊，对不对？那因为它的羽毛是天然的，所以它永远不会褪色。哎呀，早知道我用哪一些。你没有害死你啊。对啊对啊，这也很好看啊，也很像啊，对不对？否则你看看，如果它这个假的，有几百只鸟的冤魂集中在你的身上，多恐怖的一件事啊。对，大家爱护小动物哈，还好我们现在已经不拿你做后官了。我认为哈，老实说，在地底挖点石头还算是人道的，对吧？哈，因为那石头还是继续在形成的。好，谢谢曾教授，谢谢。好，接下来，哎呦，这个蛮漂亮的喽，哈，这是很明显一个夺金了哈。但是里面哇，它雕的蛮美的，品味不错，包姐。啊，没有啦，这个是这三样东西是人家跟我借钱，然后啊，哎，然后用这三个组合，是这样啊？对，跟你借钱的，不晓得是不是品味不错哎。哎，包姐，你不是有一段日子自己养孩子也过得很辛苦？对对对，人家还来跟你借钱，哎，我跟你讲吧，哎，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怎么说？这是怎么借的？你已经也是很好的朋友啦，很好的朋友啦。然后完了，他说他也是急需要用钱。是，刚好我拍了2档，看到你又有在电视上，对，然后就哎就跟我讲了，我就说好吧，我说那他就跟我讲说半年还，就半年没有还。没有还的话，他就想说这个东西，那时候我借他是借了70几万，然后他就说这个值大概值80几万。真的？那他还算有良知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啊。我觉得 OK 了，等一下加看哈，这三样啊，四样，这三样，这是买的，这三样加起来就是抵在底的70万，对。
哎，这朋友还好，看起来还可以啊。只要不要是迷惑啊。我不晓得啊。这颜色还蛮漂亮。上面有那个仙鹤。本熟如果是 V 货剩下这三行的，万一都是 V 的，可能值不到10万。哦，上面还镶钻啊。那万一是真的，应该会超过这个数字。这链子还吗？还是你自己准备的？哎，对，另外另外准备。所以我们，你还会，你就链子不算哈。没有链子，以前就有了，以前有很多。好，就坠子而已。对，好，来，请估价。12万，好，恭喜你，可以啊，是顺着它的整个绿跟那个造型啊，去把它雕琢出那个竹节的感觉，所以它也有节节高升，然后还有仙鹤哈，那等于算是松竹梅啊这些好的意思都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灼心嘛，哈，其实是一个灼心，它大概灼心的一半吧，灼心的一半，都是两片，好，做两个，对，好，颜色漂亮。真的好，谢谢。应该可以大致要回来哈。啊，来，已经有12万了。对，是。这是磕什么？完全看不懂。我看。佛手瓜吗？佛手干。我都没有仔细看了。这才是葫芦。这带点黄哎。有带黄。有点黄味。佛手瓜。这边仔细看。是这个边是正面。对。哦，这边是不是？可是他把它相当背面哦，最近你儿子在干什么？我儿子在念大学。聪明伶俐的儿子。没有了，在台湾念大学。对，在念哪一科？念舞蹈。哎，舞蹈哪个学校？台北大学。以前我只觉得他总会讲话，他竟然念舞蹈科。对啊，他忽然有一天发现了，他说我要跳舞。他热爱他的舞蹈，这还真的忽然。对呀，那我跟他这个革命了几天以后，好了，妥协了。所以他现在在跳哪一种舞啊？哎，街舞。哇！台北大学有街舞系。有，不叫街舞系，它叫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很长的一个名字，他跟我讲了8遍，我都记不住。是街舞社？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不是，他们街舞社，不是，他是念直接念那个系，对，那个系，而且是台北大学，台北大学就是以前中心大学，而且去考试，好像考试的话，好像这么多人里面只录取5个舞蹈的。哇，那表示他舞蹈功力也很好。不是，因为可是我认识他，这个孩子聪明伶俐。但是从来不知道他有舞蹈天分啊。对啊，因为他都在外面偷偷跳。没有没有没有，他以前是同手同脚的。对，还笑过他。竟然去念舞蹈系，哇，真是太妙了。OK 了。所以他要走影剧圈啊？不一定。哦，看看他咯。好，来，来，这个看好了吗？好，来。醒不下。今天珍珠非常红润，起码有好几倍，翻了几倍。对于 natural pearl 所谓的天然珍珠的市场，是生蚝还是什么？它就或者会吃到，会真的会吃到，会吃到。所以我们就吃生蚝，其实吞的时候要很小心，对吧？大部分会以为其实那个叫色粒子啊，会。侯金团诚意征求，请将您保护的故事照片以及联络方式寄到年代电视台或是 email 指定信箱，下一个上节目的就是你。挑战再多，感觉压力再大，我都轻松在握，头油从不担心。海伦清布斯柠檬清爽，给你去油等五大头皮保护，当然由我领头，实力派海伦鲜度丝。骗机最抗老人的肌肉酸痛，需要快速有效的解痛良方，萨隆巴斯舒适贴快速渗透，持久舒缓。萨隆巴斯舒适贴一贴见效。必胜客缤纷三享龙卷风饼皮，横扫全场的3倍惊喜，三种惊奇饼皮一次享受，美味缤纷三路，放享欢乐3次方。必胜客为幸福加热，丰盛海鲜加上枫糖培根，全品海陆新享事。父亲节带爸爸到蓝牛体贴一下，消费满额好礼2选1哦，送你真皮拖鞋加皮带或大弹力牛仔裤。蓝牛真的美丽是由内而外深入发心，当然靠潘婷。潘婷乳液修护 ProV 维他命源乳液精华，渗透至发心，配方修护损伤，内在强韧，外在柔亮。潘婷不一样，这很简单，我答对了，因为我天天吃早
早餐，学习快又好。加乐士含有维生素 A、B、C、铁等多种营养素，源自天然谷物，传承百年历史。加乐士天天早餐店。世界没有规则，你有选择，感事就有惊喜。Gesto台湾之星，庆周年，百万奖金带你游世界，买手机最高再折25000。日用蓝生理绿，31接力，免费保养，台湾承诺。今晚见爸妈，胡子可别忘了刮。全新飞利浦九千系列电弧刀，八 D 八面向，天然设计，V 型超效能精准刀网，追求完美刮净。开始喽，搞定！极致刮胡，怎样都行。飞利浦77周年，时刻创新经典，全面77合体，创新为你，飞利浦。先洁净再修护，天天再洁1+1，每天保养台湾真哦。用热血实现梦想，用速度看见台湾。停停停停停！态度决定一切，破风前进，全台沸腾。携全家福欢庆父亲节，全面85折，消费满额再送破风运动毛巾。来，这个看好了吗？好，来，请估价，19万元。我恭喜您，不小心有吗？有啊，它这个就是带黄，然后薄了一点，但是因为整个是满绿，哈，那这个会想采购的人比例会多一点，能够采购的人也比较多一点。绿的总是说市场上，不是在拍场上，好，那这个要到拍场，可能也还要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市场上还蛮多人愿意接手的，因为它价钱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又满绿，但是就是带点黄味，所以价钱不超过20万。不过你一直觉得说好像拍场就是那种国际大拍卖一定要是几百万，其实我后来去实际看过，李总也不见得，当然也有那种几十万的或10万块，他还是有这种拍底，1000美金、2000美金的也有，哎、欸，有美加这边也有，所以国那边什么车库拍卖啊，很多就1000万。可是像国际型拍卖也还是有也有这样价格的，是他们故意。因为他是从 private collector， 就所谓的私人藏家，他以前买很便宜嘛，他不懂现在多少钱，他无所谓，妈妈留下来的，我只要出去就算了。对。那拍卖公司就会压低价格，所以他也不懂，他也很开心，事实上可能卖了10倍、20倍，甚至30倍。所以，你说的拍卖公司压低价格，就是把它起，因为那个起标愿意这个卖的价格，呀，因为私人藏家他不知道价格，是啊，爸爸买给妈妈，过世了，小孩对这个珠宝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想说反正就换一点钱，他这个东西涨多高了，是，所以其实拍卖公司来讲，我们的人脉很重要，我们布全世界都要眼线，各个收藏家，谁的爸妈在线？一个是这样，一个是他不喜欢了，或是有人说哦，他要买房买地，他要钱了，都有可能。所以我们那个联系，我们就有机会可以买到好的东西。像我刚刚那个祖母的169卡也是一样啊，一个藏家在纽约了，他不做了，他要搬回去印度了，是，所以他说那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做了。那你们就去抢，或者说不要让别的拍卖公司抢到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关系比较好，是，所以关系人脉很重要的。一般在那个拍卖市场里面，像这种翡翠的花件哈，其实都比较不受青睐了，价格也都拍得不好了。那但是呢，你如果在拍卖公司里面经常这样跑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件事实，就是它如果是整体的那个整体的设计款或跟这一件是很搭的，大家戴起来都很漂亮的时候，标的人就会特别的多。那你如果只是就是一块简单的一个坠子头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永远看到的不会看到你上面下了多少的工，他只会看到那一块花件多少钱。对，没错，反而你的工钱就不受到大家的兴趣。是，对，所以设计款才能够拍到比较想象中的，见标者多的时候价钱才会往上 up。 是，有，我有看过一个朋友是去买拍卖，也是去那个苏富比买了一块，也是很大了，类似长相，但是很肥厚，又大又厚，大概买700多万。哇！但是现在也还是不止。好，好，
那我现在看看这个，现在已经有31，你刚讲吗？对，31了。这个你应该不要抱过大的期望，因为它是一个珍珠项链，极光是不错，对，看起来不错，而且感觉它是真的，因为它每一颗长得不太一样，就是不圆，对，不圆，嗯，挺大颗的，也挺亮，你没戴？我没有，没有，因为珍珠很难保养的，对，哎，最好是不要碰它。而且老师说，有时候我们哦，就戴个珍珠就。自个儿显老，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大，对对，就尤其是这种圆珠的，那瓷器太厚了，觉得别人都觉得要来上朝。王姐常戴吗？不常戴啊，没有，不戴，不戴，不常戴。他其实我根本不敢碰他。你看他的包姐，你看包姐的，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他是穿这样的人哎，所以我有时候远远看他跟我打招呼，我真的是不认识。他远看才发现说，哦哟。你穿太辣了吧？不会啊，这样不是挺好的？是是，非常好。就像你这样看起来那么年轻啊！好，珍珠项链哈。好，好了好。啊，这最大颗大概有15米了哈。15米啊？对对。好，所以要超过39万，你的债务就回来。来，请估价。23万。我差不多了，因为它每一颗不多了，每一颗都不圆。对，都不圆，就是因为不圆的关系。哦，不圆就扣很多很多很多。嗯，但是就是说它状况还不错，但是呢，它不只是不圆哈，它皮光虽然很好，但是上面有很多小小的，它那个生长的，我们叫 blemish 或者是小洞那种东西。对对，嗯，就它就是在长的时候，它脱离它的那个肉的时候，就会有稍微粘黏那种，那就会在它的皮上面，皮光上面会产生这个东西。是，嗯，所以23万，嗯。23万也不错了，哎，至少1毛钱没有，比1毛钱没有多。它的那个项链头也是银台而已，不错啦，只差现在只欠你10几万而已，可以，好，嗯，可以的啦，可以了，我很高兴啊。哎，像珍珠项链，老实说，也许他买的时候40万，在他极度火红的时候，可是常常在贱价市场好像都得不到原来的价格，就要干嘛？要选够圆，没有什么缺点，增值很困难。那拍卖市场呢？这几年这两年在全世界，不管是内罗还是纽约呢，包括香港，这几年珍珠非常火热，但是呢，它拍的非常高的价格，它是 natural pearl， 叫天然珍珠。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前年伊丽莎白过世，它一个珍珠坠子拍了3.5亿。那因为那是伊丽莎白的，不是，是因为它是 natural pearl， 它是什么意思？它是天然的珍珠，纯天然，不是人工加入任何。culture 是养殖，那这个是养殖的，它植入一个猪母，养殖的奶牛，它养3年到5年，它长出来的。所以市场上你看到的差那么多啊。非常多，最近的市场上大概起码有好几倍，翻了几倍。对于 natural pearl 所谓的天然珍珠的市场涨得非常高，所以还是有涨的，但就是天然珍珠。可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其实还是都是养殖的海水珠。天然珍珠都是以前的几百年前的跟皇宫贵族他们收来的，都已经是没有人在卖了吗？没有，比如说像日本 Mickey Moto 那个都卖的，都是养，它的都是养的，都是养殖珍珠。所以天然珍珠非常少见。都是以前的皇宫贵族他收起来做皇冠用的，留在。所以为什么天然珍珠会这么受重视？是因为它就是在那个海底受到一些刺激，就开始一直分泌，所以它从里到外全部都是珍珠质。那么有最多记录的，有最多记录在西大概有600年以上的天然珍珠，它的整个皮光都还非常非常棒。好像那个的话，大概像另外一颗叫老子蜘蛛，好，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是皮光啊，整个壳都非常非常好。那像这种养猪的话，里面是用那个猪母贝的那一种猪核种下去，那么它是外面裹了差不多2毫米厚，或者3毫米厚，5毫米厚，所以这种又特别怕遇到那个脱水，阳光照。那所以你们说，你们是为什么会用眼睛看得出它里面有没有养猪盒？还是不行，看得到吗？我们从侧边，看，可以打光去看到。看什么？因为像我们讲无猪盒的那种特许的，对，那一种的话，它本身大概就是，它的形状是比较不规则的形，可是它皮光哈，你会觉得说它有一点点通透感，然后呢是非常的，就像水晶那么的通透，那种感觉，然后很细腻，它的那种
那种毛细孔毛细现象是非常细腻的，是不会像养猪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有一点它的颜色就是比较就绚丽的那种色彩。会它会，但是比这一种还要更温柔更浓厚，对对对对对，更 soft。所以我常跟学生讲啊，我说哎，人老珠黄是真的吗？人会老珠不一定会黄。哦，真的，因为看那个珠如果越就是完全天然的，它其实不会黄，才有3.5亿。对，其实它最珍贵的地方并不是说它的珍珠够厚，它没有瑕疵，重点是我刚刚强调一个重点，它的数量太稀少了，全世界现在是没有再有新的，都是以前皇宫贵族几百年留下来的。就在拍场上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肉眼去看的，我们都要出去国际上的鉴定所要2到3家的鉴定书，在国内呢你可以送到台大做核磁共振，然后 X 光才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珠子。因为我这样解释好了，他刚刚这个我们 Rich 他刚提到说他用那个 tissue 就是所谓的无核珍珠，无核珍珠它也是有东西放进去的，它只是说它不是放珠母贝，它是把那个珍珠的肉切一块放下去。那我们在去看的时候，机器下的时候是要确定这一颗是一个很小很小奇奇怪状小小的石头，然后它长出来的。第二个，因为呢大家不知道一个蚌壳它的寿命就到不了8年10年，是那一颗伊丽莎白那一颗这么大一颗，所以你没有办法用科学眼光去判断说它到底蚌壳多大，而且那颗珠应该活了很久，是真的。活不了这么多年的，所以专家在玩所谓的 natural pearl 时候非常慎重，淡水还是咸水，哪一个湾在这个美国的河里头，还是在波罗斯湾、俄罗斯的这个？那我问你哈，因为以前我们常常故事说吃生蚝还是什么，他就或者会吃到，我们就真的吃到了珍珠，会吃到，所以我们就吃生蚝，其实吞的时候要很小心，对吧？可是几率到底有多少？我吃到过。真的、很小很丑，你不会看，它就一个，而且还把牙齿咬断。倒是没有，不过我真的把它留起来，那是真的我吃到的。大家如果你去海鲜店呢，你常常会吃到小小颗不好看，黑黑的带一点白白在上面。那叫那我以为是沙子。那本来就大家都会咬，不是沙子，那是珍珠。大部分会以为是沙子。其实那个叫色粒子啊。所以像那个真正完全天然的那个珍珠，最贵的一个叫做康克珠，不康克珠，它是皇后螺，深海螺，哎，深海的皇后螺去整个孕育生长出来的，不是这个颜色，没有，它是有黄的，有白的，有红的。那个吴少明教授，我们曾经来鉴定一颗，它是在南寮吃海鲜炒锅里，然后很大的一颗，橘黄色。一颗，那个吴兆明教授说是100万以上。哇、wow ！对他那个故事哈，就是说吃到的人真的在台湾吃到的，要点就是很棒的那一种螺，也有那个螺你一摊下来，然后我才咬那个黄鹤螺这么大一个，那叫大凤螺。那么你这一个螺你点过来一餐也是好几万块，那你这么豪气的吃了这一个螺，然后刚好咬进去，蜗牛哎，咬进去他一吃。可能那时候100万，有人就过来跟他就100万就买走了，然后再下一手300万又买下了。但是大凤螺要看它的火焰纹，它散布的程度，跟它的颜色、它的颗粒是否饱满还是奇形怪状，影响它的价格。不是说每一颗都有这么高的行情。是好。所以大家吃那个螺肉的时候和吃那个生蚝的时候，其实要小心哈、咬到的时候先不要急着骂三字经，不然100万就吞下去了。是，好，那像这个我们两个都嫌它老气，就戴起来就很庄严肃穆。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设计珍珠，让它可以适合我们这么样的感觉呢？像这样的话，一整串的珍珠哈，其实不管你怎么戴，如果说比较小颗的。比较小颗的，或者是比较银白色的，或者是黄金珠、黑珍珠，不管怎么戴，因为它就是一尺二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戴的话，它都很庄严肃穆。对。那个一般人都奇异嘛。对了。哎，那你如果说好，像这样的一组的那个珍珠的话，你在现代。我们穿戴的风格，其实我们的衣服的剪裁你都喜欢把它变得很轻松典雅。那这样的话，你就把珍珠拿起来间隔式的，就间隔式的，不要一整串的。间隔式的，是不规则分布的。对，不规则分布。中间这是什么东西？这边的话，你可以用 K 金链，K 金块，有没有镶钻都没有关系，就是一块一块的，然后有长中短，这样去装置。
那这样的话，你这条链子可以绕一圈，或者是就绕两圈。做过长链，你这可以做八圈呢，是吧？啊，打八圈，可以绕八圈，可以。手绕八圈，好，对，谢谢建议啊。所以你不一定要留着这一整串珍珠，然后到你当奇木石才戴。对。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包姐带来的这个是我几年前买的，买来戴吗？对，买来戴的，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手镯，是，你手上也戴了一大堆，对，这个是银的，是秀薇。我很奇怪，我从你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玉，没有什么锻炼。表示你气质很好，会吗？没有发大脾气的，敲断了。没有，不会。他脾气其实是算很好的。我们之前有那个来宾有跟老公打架，有，一敲断就100万再见了。真的，我不会打架。好，就那一点不要被打就可以。不会，我也不会被打。好，看好了哈。好，请估价。26万，好，恭喜你！我好浪漫啊，真的送你的，哎呀，可是送回来的，其实我也看不出来，没有，没有几年前，没几年前，对呀对呀，而且我也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个要26，它比较厚，对，为什么？它顶多是个糯种啊，它对它是糯种，但是它等于算是春带翠，虽然是有一点灰，好，那其实这样子的镯子，我是就市场上。想买的人多，可以出26万买这个。想买的人多，那很多客人都在找类似像这样子价位的，有带点绿，它灰灰的，但是而且这个绿几抹绿啊，对，这个绿也还算蛮漂亮的绿。那它上面刚好还喷一点黄点，但你要硬要叫它的话，它就三彩啦。哦，所以。对，他这边还有一点在的颜色，对，他有这一段，25000，开心吧？开心，这个我开心，这个很开心，真开心，只有一只啊。那你还有几只？对，一只就已经很好了。当时应该买一打的。我也想啊，好高兴。所以像这一个的话，它基本上像我们缅甸公盘掉的是那个最高档的，掉到1/5，这种的话比较没有掉。等一下，缅甸公盘最近就开盘掉到1/5，也就是说本来最高档的2000万的缅甸，希望可能是400000就可以买得到，对，因为哈哈，席先生在打牌，对，都打得好，真的，所以如果那高档的东西，人家从2000万就杀400，你觉得现在值得投资吗？因为台湾现在没什么好投资，可以，但是你物件要对，真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厚度啊、通度啦。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眼光准，而且看到的是对的东西的话，反而这个杀下来是很好的，是一个时机点。所以杀的也是最高档的。前不久真的看过一亿多。因为如果说从比如说2000万到400000-500万，我们相信这一个原来花了2000万买的，它资金压力非常大。所以很妙哦，就反而最高档的叠得多哈，像中档的，大家中产阶级还撑得起，好，恭喜，好，谢谢。侯金团强力征求，请将您宝物的故事、照片以及联络方式寄到年代电视台或是 email 指定信息。